各位千万不要法帽哦，谢谢。它装配的是1970年生产的飞机的引擎。这个是飞机的点火器，这个是电力供应器，这个是它的风扇，一共有5个风扇，1、2、3、4，还有一个在后面。它一共有9个气缸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就是它的气缸，一共有9个在这里面。然后原始的 GoGo 是13匹的马力，可是这辆车的引擎可以到达360年的时间在设计上。它为什么要设计的这辆车子呢？因为它有与众不同的功能。第一，它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浓烟。它产生大大的浓烟，大家都看不到的时候，非常有非常大的震动，震动到连屋子里面的小强都会跑出来。然后小强遇到了浓烟之后，小强就全部都挂掉了。这是它的第二项伟大的功能。第三，那当然竟然用的是直升机的，用的是飞机的引擎，那只要装上螺旋桨，它就可以飞了。